农历狗年3月17，感觉还没怎么玩，五一节就过完了。大家假期有玩什么吗？好了，来看今天的资讯。大金刚热带寒流 NS 重制版媒体评分出炉， IGN 给的分数与原作一样，均为9分， GS 就比较自打脸了，原作6分，重制版9分。目前36家媒体平均86分，相当不错，游戏将在本周发售，喜欢平台动作游戏的玩家们不要错过。雅达利新主机宣布将在5月30日开启预售，早鸟套装预售价格为199美元，包含游戏主机、摇杆和手柄，而木质前面板的复古版主机则会限量发售。E3 官网的 Capcom 页面下显示， Capcom 将在 E3 上出展两款尚未公布的游戏，一款是面向 NS、PC、Xbox One 的动作冒险类游戏，一款是面向 PC、PS 的格斗游戏，大家猜猜会是什么呢？黑暗之魂重制版的网络测试 demo 上架了 PS3 和 Xbox 商店，测试时间均在下周末。PS4 版为5月11日和12日2天的晚上6点到8点 ，Xbox One 版为5月12日到13日的早上9点到下午3点。感兴趣的玩家记得提前领取。《使命召唤》虽然被称为年货游戏，但是某些热门作品也会持续更新好几年。2年前的《黑色行动3》今天宣布即将更新全新资料片《虫群行动》，还会加入躲猫猫的玩法，可能是为今年的《黑色行动4》预热吧。XPA 游戏《弗兰国度二》开启了 beta 测试申请，玩家需要在填写调查问卷后提交申请。游戏将在5月23日发售，发售当天即会加入 Xbox 游戏通行证服务，可买断可包月游玩。根据外媒的报道，他们收到了可靠消息，腾讯将斥资5000亿韩元入股绝地求生的发行商蓝洞，如果交易成功的话，腾讯将成为蓝洞的第二大股东。 Steam 周三折扣更新，真人快打10、标酷车神等都在折扣中，还有 A 社的发行商专场、各种模拟类游戏都在促销中。另外，国内山谷商城五一节活动最后一天了，感兴趣的玩家不要错过。战地一的 DLC 誓死坚守和战地4的 DLC 龙之獠牙在橘子平台、Xbox 和 PS3 商店限时免费领取中。Xbox 每周折扣更新，开启了使命召唤系列以及星球大战系列的专场，还有怪物猎人世界、战地一、NB2K18 等折扣。另外还有 Xbox 游戏通行证的1美元活动，为这个月发售的《腐烂国度二》做准备了。Xbox 和Win10玩家不要错过。好了，今天的资讯就到这里，大家明天见。